Hello，Hello，哎，Michelle，是，最近哦，听到哦，阿 Kim 老师要开一个班呢，什么班？减肥瘦身营。哇，我们可以去减肥哦！我要啊，我需要。10月24号，记得来啊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布吉丁尼。布吉丁尼，这样子减肥法哦。啊，到时你来就知道了。哇，要去才知道。有健康的，教你怎样做健康面，营养师有教你怎样吃。我们要通过瑜伽动作，马上做，马上看到效果。马上做，10月24号，马上做，马上看到效果。哇，我要，对，你快点报名，几点哦？早上8点，8点，啊，晚上呢？早上8点，早上呢？不是晚上，是晚上，对，要排毒吗？哦。其实排毒早上是最好的，早上是最好的。这样早上要吃早餐先，不要吃东西，不要吃东西，我这样饿扁，不会饿扁呐，你要做到没有力，不会没有力的。你看我们有营养吗？我们有奥利王，奥利王好。有在山特住的，有没有在户外住的？有啊，有啊，也是可以啊，也是可以啦。好，在户外我们就安排时间哦。之后再讲一次，会不会很辛苦？10月24号不会很辛苦了。会不会等下出很多？80到70岁的人都可以做，80岁都可以做，玩不到了。不要，骨头很硬哦。我70岁的学生都做得到，你几岁？我30多岁吧，一定没有问题。好，记得来啊，记得来，大家记得来哦。10月24号，约定你哦。对，拜拜。